好，这边一个以牙还牙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帅的。自己给你们看一下好了，流川枫的。然后这个就是他的，应该是他的那个吧，他的那个吧，新的。哎，他在哪里呀？哦，都没写清楚哎。应该是他的那个啦，找一下哦，应该不是这个吧？应该不会有新角色吧？我春秋活动出来了。哎，我不知道怎么讲哎，等我一下。流川柳丹纪，应该是一只新角色吧？流川枫，好难讲。如果那个不行讲的话，我们就讲这个啦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春节祭拜景点。哎，怎么把那个跑马灯关掉？就很像大家都可以来祈福一下，春节祭拜祭典。那最重要的是里面有一个大奖叫王牌使命哦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就可以讲一下。那这个叫王牌庆典，哎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讲到重点的话，我就赶快开始喽。出来玩一下就好了。我们影片主打角色，我们主要是在介绍角色，介绍道具啊，还有一些技能吧。剩下时间就稍微玩一下吧。直训跳投我这个玩这么凶啊！我知道他这只是要近战的。哎哈！我就看你可以防我多久。哎哈！哎，我看你本来那个到的呀。如果近一点，他就没我的法子了。那这次攻略其实就你近一点，基本上就被他盖到了。其实我觉得 1v1 的盖火锅真的很难防。屁呀！哎，我都已经跳起来了。为什么可以说我？你们看到吗？好扯！
对啊，他就找得到，我就找不到。嗯。